身上有股特别的味道，和你现在的表情一样特别，让人心生怜爱。你身上也有股特别的味道，令人作呕。我是好歹的人类，竟敢愚弄我！我要把你变成最丑陋的蛆虫！不听不见眼前这俨然平静的模样，欺骗伪装世界有多少秘密被深藏，轻轻靠着我，轻轻靠着我，如何将这所有的错全都遗忘，如果开始说谎，三个欲望 I say no， 要让这新的枷锁冲破了爱的虚妄，无法阻挡你死我，解开记忆中的伤，不再迷茫，开始说谎，三个欲望 I say no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抓紧时间出去。你们已经出不去了。嘿嘿。罗罗体内有上万种病毒，能渗透并腐蚀你们的神种，而我的能力正相反，可以治愈任何伤害和病毒。所以快点认输吧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哼，治愈和毒性真是不错的能力。你我不过今天没时间陪你们玩了。我比其他监察者多了一项特权，对于不守规矩的家伙，我有权进行惩戒。你的治愈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吧？只要我在短时间内超越你的承受极限，你就会死。你不该无视我的警告。糟了，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动不了。
你是吓傻了吗？竟然露出这种表情。你笑什么？笑我自己太蠢了，明明装作普通人就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，可我偏偏喜欢作死，总是把自己推入危险之中。哥哥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一定要来找我，好吗？真以为杀得了我？没想到监察者还能变成这种形态。糟糕，罗罗进入自保时间了。罗罗，再陪我一会儿。这就是双生型警察者的合体形态。原来如此，一颗神种分裂出两个个体，可以共享生命和力量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我们是不会输的。耶！我马上搞定他们，你保护好楼梯，别让楼塌了。他的再生速度又变快了，不过这样还不够。他们都好厉害，相比之下我总是被保护着。我以为只要不断努力，早晚会成为独挡一面的监察者，是我太天真了吗？哼，你太弱了。你很羡慕他们吧？真可怜，多年不见，小一万也变得不少呢。不过，你可要小心他。这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我们。林恩，林恩。刚才是谁在跟我说话？发什么呆？都要塌了。哦。更麻烦的事儿来了。看样子是寄生型业障，一开始我们都没察觉到。给我醒醒！哎呀，对受伤的女孩子下黑手，你还有人性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阻拦我们造成这样的恶果，知道你们闯了多大的祸吗？自己好好看看。寄生型业障。
道说那个院长也……我们之前都没察觉到。先给我们解毒，之后再试你们的表现，决定你们的处分。竟敢戏弄我们！罗罗，恢复的差不多了吧？哼，嘿嘿。等等，这里战斗不方便，一个个杀也太慢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剿灭寄生型业障的关键是杀死母体。业障太多，无法锁定母体的位置。那就把他们引到一起，集中歼灭。连恩。事先说好了，我们可没说。罗罗，乌明路联系得上吗？没有信号。切，手机信号被屏蔽了，是你搞的鬼吧？什么？想要搬救兵？信号屏蔽装置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你永远都找不到的。哼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！别硬撑了，害怕就哭出来吧。不管你杀死多少，剩下的都只会越来越强。当你筋疲力尽的时候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是吗？你一直躲在他们后面不敢出来，难不成你害怕？笑话！屏蔽信号，切断求生线，说明你认为我比我的朋友弱。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？你说什么？哼！这啊，怎么又是这样？臭小子，你这么想死？我就满足你。可恶，怎么杀也杀不完。这样下去会撑不住的，你们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少啰嗦，给老娘顶住！真麻烦，杀得越多，剩下的就越强。在担心乌明路他们。乌明路和可可，要是遇到这些家伙，他没那么容易死。也是。各位久等了，上吧，罗罗。身上，
成为我的奴隶吧。你是什么？这是哪儿？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要！我的力量在消失，可你做了什么？你们感觉到了吗？母体的气息消失了。我们成功了。干得漂亮，罗罗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拜托，你们基本没干什么好吗？而且说不定是母体逃走了呢。说什么傻话，要是逃走了，这些业障会就这样突然不动了吗？哎，一定是藏在业障群里被毒死了。可以收工了。这也太轻松了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林恩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调查。我也去。你去把吴明露和可可找回来。你太弱了。你很羡慕他们吧？真可怜，多年不见，小一万也变得不少呢。不过你可要小心他，这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我们。我来看看乌明路在哪儿。合作结束。你们要干嘛？刚才说过了，我们可没输，来重新分出胜负吧。你们不怕被伊万知道加重你们的处分吗？什么处分？我们只在乎能让自己开心的事。你们，你说的话像不成熟的小孩，多傻。某一瞬间却挥之不去悲伤，不让泪水落下。如果未来可以被禁止，如果伤害都凭空消失，留下的是美好真相吗？只是双眼曾看到的痛苦要背负的，就算说过谎言，就算有过胆怯，却不会欺骗。胸口能温暖的，心里抵挡的寂寞，别放弃，就像你记得还有我在你身旁。你真的甘心吗？你的监察者朋友死定了。就算你救了他们，也只是个垫脚石。胜利女神就站在你们背后，而这次我也不会成为他保护。看来要变天了。还记得你原本的名字吗？即便如此，也有我能做到的事情。好不公平。所以这一刻，我真的很后悔。